不得不承认你确实很强，但我也不差。速斩飞人皇，没人啊，看到我了，应该不追我。我就不说啥了，你不要再问了，问的我也不听。飞我，操！这是人皇追我。我估计这个又是那个昨天那个 S 牌那个。老板还好，方法。没摆上。快踩，前面有一只脏闪现。不吓死。他如果有十张的话，我再反过。哟，我到了，不要给我喷涂鸦！我靠，好喜欢这样尊敬的队，尊，好有礼貌，好有礼貌。要飞了，哎，我操！操，没飞着，我靠！对，没张狂，是没张狂。哎，这，哎，我操！一刀，操，一个好亏啊，说没交出来，我靠！第二次，多少？来急救吧！啊，第二次他挂不上，这边有椅子，我操，傻！在那边交怀表，很危险，交怀表。又好恶心，还要排低叫，还超大副。你贴小门，贴小门，大副贴小门，直接开，直接开。开完之后他可能去大门了，没追我。对，他没闪，他只有那个溜的闪，没有闪现。杀我！对，小门，来来来，过来，大副过来，不用输液，过来。来。我走了，准备开了，不开了。我肯定要，就这样子。懂不懂 S 牌小说家的含金量呀？